岁末祝福民众踊跃参与，此致志工双手合十，诚挚迎接。斯里兰卡虽是佛教国家，但仍有伊斯兰教徒。与会的牧师说，办活动正是宗教之间建立和谐交流的好机会。 荧幕播放此际在当地的行善足迹，还有在世界各地赈灾的画面，打开民众心灵视野。 充满喜气的福惠红包是漂洋过海的祝福，爱心有来有往，一个竹筒，一个希望。 活动搭配每个月定期的食物发放，帮助上百个家庭新年不为填饱肚子发愁。戴新闻斯里兰卡报道。